超小亮一家，邻居家串门。今天带你去邻居马小帅家串门，那我得给他带点礼物才行。全新未拆封的语数英全套试卷送给你。你打的算盘，乡下的爷爷都听见了。真羡慕你，有那么多试卷可以做。别老天天惦记着学习，快请客人来吃饭吧。我才羡慕你呢，不如我们交换一下，去对方家里生活一天怎么样？阿姨，我这就去你家学习。马太太，好小浪就交给你了。就是传说中的梦中情孩吗？阿姨，你做的菜实在是太好吃了，比我妈做的好吃100倍。啊，这谁在说我？好吃你就多吃点，要是我家马小帅跟你一样爱吃饭就好了。啊切！谁在说我？好小浪，吃饱了快来看电视。这待遇我连想都不敢想啊！我家马小帅心里只有学习，电视是陪我看不了一点啊。叔叔你太厉害了，你比你爸有眼光，跟叔叔一起运动起来吧。谁在说我？怎么没纸了？马小帅快停下，家里连卫生纸都被你写光了，你快点和哈小浪换回来吧。健身达人爸爸加油，爸爸加油。这个沙发太重了，正常人是不可能搬上去的。我来，我是马大力，大力出奇迹。教练，我想学健身。想学健身，先举个杠铃试试。不能在孩子面前丢人，我举个最大的。午饭没吃饱，我换一个。哈兄，要不举这个吧。爸爸接着。怎么突然变这么厉害了？爸爸陪我的气球。还是换一个吧，咱们来练习仰卧起坐。我起不来呀。阿小美行动。死我了！哈兄，小心腰啊！还是跑步适合我，那就简简单单跑个10公里吧。我这一步也跑不动了，小心！哈兄，这才是你真正的实力嘛！帅不过3秒啊！爸爸在我们心里是最帅的。枕头大战，妈妈，求你了，让我们玩一次枕头大战吧！不行，这都几点了，赶紧给我睡觉。好吧。竟然还敢偷袭！好，快撤。这下躲不掉了吧。娘莫慌，你爹来了。嘿嘿，5-1，优势在我们，冲呀。想以多欺少没那么容易。怎么停电了？嘿嘿，在黑暗中猫咪可是无敌的。阿花上，打完收工。好你个阿花，居然叛变了。没事，还有我呢，看我的超级无敌大萝卜。可不要小瞧妈妈的反应力哦。没想到吧，这是我发明的 U 型枕回旋镖。是你们逼我的榴莲攻击。不好，那是老公你没事吧？我
老婆，你听我解释。居家办公。我回来了。今天怎么回来的这么早？难道你被炒鱿鱼了？炒鱿鱼，我想吃，我想吃。公司停电了，我只是回来居家办公。居家办公？你能安静上十分钟班，算我输。居家也不会影响我对工作的热爱，升职加薪、年终奖金，我全都要。见识到他们的威力了吧？在家就没消停过。只要我意志坚定，就不会被影响。地震了，快跑！你打我，我不怕，我回家里找我爸。爸爸要上班，你们能不能玩点安静的游戏呀？又怎么了？妈妈，我冤枉啊！妹妹的零食真不是我偷吃的，就是你偷吃的。我真的没偷吃，因为我是光明正大的吃。你们不要过来啊！还是让我回公司上班吧。大外甥来玩。舅好。妈，门外来了个卖鸡的，还喊我二舅。什么卖鸡的？这是你远房大外甥。真是不好意思，孩子小不懂事儿。没事没事，这是给你们带的土特产。原来你真是我们的大外甥呀。那你们先去外面玩会吧，我去准备晚餐。大外甥，我们带你去公园玩吧。噔噔噔，大外甥，我请你喝奶昔。谢谢小姨。记得喝前摇一摇哦。喝前摇一摇是这样吗？哇，第一口就喝到了猪猪耶，我喜欢这个味道。这有啥，大外甥，这包跳跳糖是二舅的一点心意，快来尝尝看。跳跳糖？哦，我明白了，是这样，边跳边吃对吧？好吃到停不下来呀。没错没错。哇，这些娃娃好可爱啊。想要吗？小浪出手，要啥都有。太厉害了，大外甥，你怎么做到的？我们老家的鸡天天满山跑，套起来可比这个难多了。谢谢你们带我玩，这些都送给你们吧。你肯定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大外甥。消失的零花钱。老婆，真的一次性给他们一个月的零花钱吗？他们俩花钱大手大脚的，今天就来治治他们这个毛病。我从来没有打过这么富裕的针。省着点花，用完这个月就没有了。21瓶的水这么贵，肯定有它的过人之处，尝尝。这里的公主贴纸我全包了。开饭了。饭有什么好吃的？妹妹，我请你吃外卖。条件真好，到时候钱花完了可不要找我哭哦。3天后，我真的一毛钱都没有了，怎么会这样？我的肚子都饿得抗议了，离吃饭还有好几个小时呢。哪来的饼干？鸡肉味，嘎嘣脆。有泡面的味道。帅哥，能给我嗦一口吗？就一口。不行。喝口汤也行啊。我只能给你们闻一闻。真香。没钱的日子很难熬吧？下次发零花钱我们一定要省着点用。现在醒悟还不算太晚，俗话说得好，花钱没规划，多少钱都省不下。快吃吧。我们再也不乱花钱了。放学偷吃。没有发现可疑人物，行动。哥哥，我们在外面偷吃完辣条再回家，妈妈肯定不会发现。
辣条好吃吗？这肯定是妈妈的圈套。稳住，我们没吃。一股辣条味，还说没吃，辣椒都卡牙缝了。大意了。还有你，嘴巴边上全是辣条油。我们下次再也不敢了。不，我们还敢。辣条太容易暴露，这次我们吃没有味道的棒棒糖。哥哥，你真是个大聪明。这次我们真的没偷吃。张嘴！草莓味儿，柠檬味儿。棒棒糖好吃吗？好吃。妈妈，我们真的再也不敢了。事不过三，此饮料无色无味，必能瞒天过海。感情深，一口闷。这回肯定没问题了。这次又偷吃什么东西了？没有没有，不信你闻。不信你看。老婆，什么时候开饭啊？妈妈，我不敢了，这次是真的。谁把我买的火龙果偷吃了？不是我们，应该是阿花。补作业。假期最后一天了，你该不会还在补作业吧？怎么可能，我的作业在学校就做完了，只有一天时间，必须在不被老妈发现的情况下把作业补完。呀，我拉肚子。一支笔，一个马桶，创造一个奇迹。好小乐，你没事吧？问题不大。都三个小时了，再不出来我们就要憋死了。大功告成，完成一门。这孩子头上怎么有个包啊？还好我为脚趾速写大法，绝对神不知鬼不觉。妈妈，我好像闻到臭豆腐的味道。奇怪，今天没有买臭豆腐啊。你们慢慢吃，我先回房间了。哎呀，刚才血太猛，脚都抽筋了。这孩子今天怎么怪怪的？该不会被人欺负了吧？就只剩作文了，真难写啊！我最难过的一天。还真是被人欺负了。儿子别怕，有妈在。妈，我再也不拖作业了。蒙眼捉迷藏，宝贝们藏好了吗？我要来找你们了。准备好了。这一点挑战性都没有啊。假装找不到人比找人还累呀。有了，我们来玩点好玩的。妈妈会通过声音来抓我们，所以要保持安静。太刺激了，开始。看来脚不能落地。别以为不动就没事了，看我的旋风小锤锤。不能坐以待毙，妹妹快闪。有了，三十六计，作为胜计。游戏场上无父子，儿子，对不住了。父王哈小浪附体。爸爸，你不仁，就别怪我不义了。哈小美，快救救爸爸！你们太不讲义气了。抓到你们了，再来一次钓鱼比拼。老婆，今天不用买菜了，晚上我们吃红烧鱼。爸爸，我们也想吃。没问题，这是我给你们俩准备的鱼干。
根据我的学习经验，逗猫棒根本是不可能钓到鱼的。强者从不抱怨环境，而是去改变它。去吧，皮皮鼠。够了够了，再钓装不下了。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新手光环？雕虫小技而已，钓鱼要讲究科学。风速、水质、流向，鱼就在那里。我叫马大力，大力出奇迹。儿子，接住。哎呀，这张我也会。风速有点疼，流向有点乱，大鱼就在那里。哇，好大的鱼啊！这下阿花晚上也有红烧鱼吃了。我明明是按教程做的，为什么钓上来的都是垃圾？唉，看来这次要空手回去了。这个送给你，这样就不会空手回去了。这怎么好意思呢？我们什么都没干呢。你看现在河水变得多干净，这可都是你们的功劳啊。没错，我们一起把垃圾都带走吧。好。惊喜捉迷藏，我回来啦！有暗器，能找到我们算哥哥厉害。捉迷藏，我可是十级王者，尽管放马过来吧。哎呦，你也知道大力出奇迹啊！马叔叔，你怎么也在这里？是你爸爸妈妈邀请我们过来的。人越多越好玩，捉迷藏第一章，浑水摸鱼。阿花上。啊，有老鼠啊。第二章，引蛇出洞。阿小美，再不出来零食就要被我吃完了。不听不听，王八念经。狠人呐，这都能忍。有了，每次我想看电视的时候，阿小美就一定会出现。我也要看。又被拿捏了。有声音，马小帅，别躲了，我听到你在写作业了。这又是什么操作？谁把灯给关了？儿子别怕，妈帮你打光。这招叫做一箭双雕。爸爸就剩你一个了，快出来吧。这味道是爸爸的臭袜子。找到了。榴莲味蛋糕，祝哈小辣生日快乐！原来大家陪我捉迷藏是给我制造生日惊喜呀！我生气了，天天就知道看电视，能不能学学隔壁马小帅学会棋？天天就知道要我学习，我学就学！你敢摔门，就看你扛不扛揍！想让我学习是吧？好，从今天起，我哈小浪就要变成一个无情的学习机器，要老妈后悔。妈妈错了，那个快乐的哈小浪，你快回来吧。好困啊，明天再说吧。第二天，吃饭了。这味道是红烧鱼，不对，我还在生妈妈的气，不能被诱惑。都是我爱吃的。可是我偏偏就不吃。这孩子没事吧？哥哥吃鱼。我真是太有骨气了。老妈怎么还不来哄我？既然这样，那我就离家出走。故意不理我，这次我要动真格了。没想到老妈这么狠心，看来我哈小浪今天非走出这个门不可了。哈小浪，吃不吃冰淇淋？不吃。既然妈妈都给我冰淇淋吃了，我就勉为其难原谅她嘛。哎，你拿这么多东西干嘛呢？那个东西太多了，我收拾收拾。孩子不见了。小朋友，发生什么事了？别哭了，我带你们去找爸爸妈妈。哈小乐，哈小美，喂，你们孩子在我手上。老公，孩子们被绑架了，快报警！不许报警！
不抱不抱，你千万别伤害孩子。我是说你家孩子被我捡到了，再不来接走我就要被他们吃破产了。安全起见，为了防止你们被别人冒领，我先确认一下你们爸妈的信息。我爸浪里小白龙，我妈狗村一枝花，我妈35，我爸38。孩子们，爸爸妈妈来接你们了。慢着，你们怎么证明是他们的爸妈？这还用证明吗？啊，你们家这基因还真强大啊。你们知道今天犯了什么错误吗？迷路了，应该在原地等爸爸妈妈，不应该和别人走。还有呢，我平时怎么教你们的？上音乐。陌生人给我糖，不吃不吃，陌生人带我走，不咸不咸。你们知道今天多危险吗？还好没遇到坏人，不然后果……我记住了，以后绝对不和陌生人说话。好巧了，好巧了，你说话呀！我是不会和陌生人说话的。可我是新来的代课老师，赶紧给我起来回答问题。妈妈真厉害。妈，我另外一只鞋呢？妈，我的彩笔去哪了？老婆，有没有看到我钥匙啊？鞋子肯定又被你踢到了床脚下，彩笔在你房间的第二个抽屉，钥匙不就在门后面挂着呢吗？找到了。这个家没我得散呢。老婆，厕所怎么又堵了？妈妈，哥哥欺负我。妈妈，我是冤枉的。够了，从明天开始我要给自己放假，宇宙爆炸都别烦我。第二天，妈妈，你怎么不叫我起床？要迟到了。帽子，那是鞋子。不行，我不能管。围巾，那是秋裤。我书包怎么找不到了？岂有，你大早上的拖地呢？我的画笔不见了，这次我自己一定能找到。你没看到他，他都看到你了。老婆，我鞋子。我今天休息，有事自己解决，大人总能靠谱点吧。光脚不怕穿鞋的，我去上班了。忍无可忍，无需再忍，给我站住。还是得老妈出手啊。我真是为这个家操碎了心呢。学骑自行车，调整座位，戴上头盔，小脚落地启动。嘿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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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样学太慢了，看我的，只要胆子大，骑车不带怕。人才啊，骑自行车都能顺拐呀。等等，不好意思啊，是我把脚踏杆装反了。装反的自行车都能骑，我哈小浪果然是天才。天才是不需要这些轮子的，他们只会影响我的起步速度。哎呦喂，哎呦，别怕啊，有爸爸在呢，放心骑。那你不许松手啊。不松。哎，对，走。哎，继续，就是这样。爸爸，你没松手吧？啊，没松手的，往前走。人呢？哎，对，走。哎，继续。别生气啦，你只要能绕这里骑一圈，我就奖励你们一包零食，怎么样？真的吗？看我的！呀！强强强！我当然知道我很强。啊！快下车！杀杀杀！我明白了，杀呀！哈小浪，快停下！再骑下去，我的私房钱都要花光了。可是爸爸没教我怎么停车呀。大厨教学，老妹儿，江湖救急啊！你快看看我做的菜。色香味俱全，没什么问题啊。可是我家马小帅不爱吃啊，人都快瘦成猴了。还是你家孩子省心，你做的菜一定好难吃。给孩子做饭，口味不是最重要的，重点是包装。一锅炖，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。外卖，小朋友对外卖是没有抵抗力的。
哇，都是知识点啊！这才哪到哪儿，接下来才是重头戏。馒头，我家小帅最不爱吃了。小孩子就要投其所好，只要颜值到位，吃啥都不浪费。大狮子，大乌龟是我的，看我一口一个小兔子。妈妈还给你们做了最近最流行的小猪盖被，这不就是酱油炒饭加个荷包蛋吗？小孩子就吃这一套，只要名字苦，拦都拦不住啊！我悟了。听说今天马阿姨做了很多好吃的，我们去蹭饭。儿子接住，香肠火腿100份套餐。是卷毛和炒饭，吃完完你有惊喜。恭喜你挣了2套时间，吃的越多，奖励越多。好吃，爱吃，再来一碗。我们还是回家吃馒头吧。食堂外卖。妹妹，看我从学校食堂给你带了什么好吃的。食堂，我想吃，我想吃。还知道给妹妹带吃的回来，不错。当当当当，炸鸡腿，谢谢哥哥。这鸡腿太脏了吧，这吃下去。妹妹，我对不起你啊。阿花嘴下流腿，就是我给妹妹的。这个鸡腿太脏了，阿花是怕妹妹吃了生病。那我明天再给妹妹带。第二天，妹妹，今天中午学校吃大螃蟹，我给你带了一只回来。大螃蟹。别急，这次我把螃蟹放到了保险柜里，上了9981道锁，保证干净又卫生。马上马上，妹妹请享用。放这么久，螃蟹都闷坏了。我就不信了。第三天，孩子静悄悄，一定在作妖，快去看看。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，这是我让魔小木改造的伸缩冰箱，把食堂好吃的都给你带回来，这次肯定不会变质。太酷了，哥哥还是你聪明。谁把我打包回来了？我是第一。爸爸妈妈，你们今天一定要第一个来接我。放心。3、2、1，冲！儿子，你爹来了。答意了。每次都是最后一个来接我，我在幼儿园很没有面子。明天一定要第一个接到妹妹，注意，这不是演习，行动！收到。我半夜就来排队，看谁能和我争第一。谁在那鬼鬼祟祟？不好，被发现了！兄弟们，撤！还好我藏得够隐蔽。等等我，喂！我出来打酱油的。爸爸真是靠不住啊，还是我亲自出马吧。别得意，3、2、1，拜拜了你嘞，哥哥。儿子，你爹又来了。想要第一，先问问我同不同意。妈妈，原来你早就在这里了。这次我是第一了。种西瓜。我住嘴！西瓜子吃进肚子里会长小西瓜的。呸！肚子里怎么可能长西瓜呢？应该是从脑袋上长出来才对。哇！让哥哥长个最大最甜的西瓜给你吃。我要努力长西瓜，花盆就是我的家。西瓜子怎么还没有发芽呀？心急吃不了大西瓜。我再去晒晒太阳，补充一下阳光。妹妹，你干什么？我在除草呢，电视里都是这么演的。快种回来，别把西瓜苗也拔掉了。西瓜苗不会受伤了吧？哥哥快喝点果汁补充营养。还有这个，
这个。够了够了。怎么样，哥哥，有感觉了吗？有了，我的肚子有了，疼死了！哎呦，难道西瓜真的是长在肚子里？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妈妈救命！哥哥吃了西瓜籽，肚子要长在西瓜了。你哥哥这是吃饱了撑的，上个厕所就好了。真的？我这就去厕所。太好了，哥哥没事。失忆风波，哈小乐起床了。你是谁？你要干什么？跟我玩失忆是吧？我是你妈，赶紧起床。我妈？这是哪儿？我怎么什么都记不起来了？难道我真的失忆了？妈，好好的怎么会失忆呢？不会是故意骗我吧？哎，试试就知道了。来，先吃点东西吧。你真的是我亲妈吗？居然让我吃，这可是你最喜欢的螺蛳粉呢。受不了了，痛苦太疼了。看来是忘得一干二净啊，得想办法帮你恢复记忆才行。听着，你还有爸爸和一个妹妹。我们回来了。爸爸，爸爸，你走错门了，这一定就是妹妹了。怎么是男孩子？哥哥，你还记得鸡哥哥吗？谁养的鸡？快给我下个蛋。我来问吧。哈小乐，你记不记得爸爸的私房钱藏在哪儿？什么是私房钱？看来想让哈小乐恢复记忆，只能让他血脉觉醒了。怎么回事？果然有效果，我记起来了，我就是人见人爱、花见花开、喜欢跳舞的哈小乐。爸爸妈妈、妹妹、鸡哥哥还有阿花，我想死你们了。太好了。对了妈妈，我记得爸爸的私房钱藏在户外烧烤。我宣布户外烧烤现在开始。我和哥哥负责串菜，组装烧烤架就交给我吧，分分钟的事。爸爸，烧烤架怎么是歪的？小问题，我重新改一下。爸爸，这是烧烤架，不是变形金刚。你们这穿的是啥造型啊？这是鸡翅加鸡蛋，加鸡飞蛋挞。这是一整串烤鸡心，叫一箭穿心。小龙虾、鹌鹑蛋合起来是瞎扯蛋。你们真是取名字的鬼才啊。烧烤架完成了，起火开烤。不行，我快缺氧了。妈妈，我们来帮你。嘿嘿，成功了。爸爸，肉丸熟了吗？爸爸，鸡翅能吃了吧？爸爸，这个螃蟹，哎，怎么是活的呀？我还是等妈妈烤给我吃吧。妈妈加油，妈妈加油。第一次做烧烤我也不会呀，要加这么多油吗？我的烧烤变成黑炭了。非逼我出绝招。您的外卖已送达，麻烦给个五星好评哦。救生百宝箱。啊，可怕了！要是我们也遇到危险怎么办呀？妹妹放心，我这里有一个百宝箱，只要我们提前准备物资放到里面，不管遇到什么危险都不怕。这个主意好，我来贡献一些药品，受伤了可以治疗。那我再补充一些可以存放很久的食物，饿了可以充饥。哎，不是可以放很久吗？怎么一转眼就没了？我们来帮忙试试味道。这个饼干好好吃，就是有点噎。为了将功补过，我忍痛贡献尖叫鸡一只。这有什么用？万一我们被困住了出不来，只要捏一捏它。那里有声音，快把他们救出来！别怕，这下你们安全了。怎么样，是不是很有用？不错，新脑子就是好使啊。还得带上一个插头，这样就不用担心停电了。你这理解能力真是满分呢。遥控器也要带上，这样就能随时看电视了。
还有火柴、手电筒、口罩、绳子，还有保护我们的齐天大圣。大功告成！准备了这么多，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用到呢？用不到才好呢，我们这叫有备无患。作文比赛。妈妈，我写完作文了。哦，写的什么？作文题目：我的一天，起床、吃饭、喝水、上厕所、睡觉，有时候还会被妈妈批评。没了？还有最后一句，这就是我的一天。写作文要源于生活，又高于生活，适当的艺术加工才会更精彩。我明白了。第二天，爸爸妈妈，我的作文得奖了。真的得奖了，快给妈妈念念。早上我刚起床就遇到一家三口与野兽搏斗，路见不平一声吼，霸气出山，一招制敌，维护世界和平。什么时候的事儿？我怎么不知道？事情是这样的。救命啊，有人来！大家别怕。我代表正义消灭你。哦，原来是打死只蟑螂啊。厉害的还在后面呢。阿花、鸡哥哥撑住啊，我来救你们。我中午遇到两只动物奄奄一息，于是立刻使出失传已久的神医绝学救死扶伤绳，成功拯救两条宝贵的生命。还能写点什么呢？下午出门发现路边出现了一个巨大的陷阱，为了保证大家的安全，我立刻使出一招乾坤大挪移，把危险扼杀在摇篮里，成为造福社会的大英雄。这瞎编的作文也能得奖？什么瞎编？老师说这叫想象力。叛逆期。小公主，赶紧乖乖喝了它。我不喝。啊，听话，喝了药感冒才会好。我不喝。快喝！不喝！不喝！喝！啊，这孩子真是一身反骨啊！不小心把菜烧糊了，你们千万别吃啊！妈妈不让吃的肯定是好东西，开心。老婆，你的项链都打结了，我来帮你拆开。千万别动，别把它们弄坏了。不能动，那我浅浅动一下下。请叫我拆项链专家。花小美最近反骨很严重啊。这就是小孩的逆反心理，就喜欢和大人反着来。喜欢和大人反着来。有了，好小乐，你可千万别写作业啊！记住了，千万别写。还有这好事？你怎么一个字都没写啊？不是你让我不要写的吗？运动天才，黄金右脚凌空抽射。花小浪下星期就要参加足球比赛了，咱们要支持他训练。花小浪必胜！花小浪必胜！第二天，哼，踢足球有什么了不起？别的运动我肯定比哥哥更厉害。是吗？不信我们来比跳绳。请开始你的表演。这绳子太长了，不适合我。有了，长度刚刚好。看我的拉面跳绳，单脚跳、倒立跳、360度转身，随便跳。这也可以。哼哼，运动天才哈小美诞生了。我还会网球、棒球，再表演一个花式接球。再这样下去，家里就要弹尽粮绝了。我回来。
我什么也没干，为什么我也要跑啊？乡下游乐园，哥哥快看，那朵云好像摩天轮，还有抓娃娃机、大盲盒。摩天轮、盲盒、娃娃机，孩子们，爷爷带你们把这些都玩一遍吧。真的吗？可是这里也没有游乐园啊。嘿嘿，只要乖孙子想玩，什么也难不倒爷爷。看爷爷给你们改造一个大水车摩天轮，太好玩了！爷爷，这里面还能泡澡呢。嘿嘿嘿，这里还能开盲盒呢。快来看我开到了什么！啊，大螃蟹！别怕，爷爷抓住它了。小龙虾打人了，欺负我哥哥，别跑、妹妹运气也太好了，居然抽到隐藏款。接下来带你们去抓娃娃，左左再往右一点，就是这里。哔哔啵啵，哥哥你看，我抓到了一只迷你鸡哥哥。孩子们，天黑准备回家了。可是我们还没玩够呢。那爷爷最后再给你们变个魔术吧，萤火虫们听我指挥。哇，好漂亮啊！妈妈，我爱你。今天母亲节，给大家布置个作业，回家对妈妈说一句我爱你。阿小米，你可以的，加油！什么？别碍手碍脚的，等妈妈忙完再陪你玩。正好再练练。妈妈，我爱你，就是这样。机会来了，妈妈，我勒个灯！妈妈，我爱你。哎呦，太好笑了！我就不信了，妈妈，我爱你。爸爸，我回来了。你刚刚说你爱什么？我爱洗澡，屁股好好。最后一次，你一定行的。冲！妈妈，我想跟你说，我爱什么？哎呦，我肚子疼。这孩子今天怎么怪怪的？轮到我不好意思说呀。有小偷！妈妈，我爱你！妈妈，妈妈，妈妈！妈妈也爱你！月亮朋友！哇！哥哥，你看，月亮一直追着我跑呢！肯定是你们太可爱了，月亮想和你们一起玩。月亮，月亮，你快下来呀，我们一起玩。月亮，月亮，你听到了吗？太远了，月亮听不到，还是让妈妈给月亮打电话吧。哎呦，怎么打不通啊？我知道了，月亮上的嫦娥姐姐是古代人，没手机。那我们写信吧。鸡哥哥，就决定是你了，去吧，飞机传书。鸡哥哥是公鸡，不是飞机，飞不了那么高。一只穿云箭，月亮马上来相见，发射。还是不够高啊，让我试试。电话打不通，信也送不上去，手语总能看懂了吧？你们啥时候会手语了？我是学哥哥的。我是瞎比划的。对了，古有后羿射日，今有我哈小浪射月，这样就能一直和月亮一起玩了。哥哥，月亮真的被你射下来了，怎么捞不起来啊？这样捞是没用的，我来帮你。月亮可以和我们一起玩啦。妹妹的作品，想做美甲的都排好队，一个一个
个来。我堂堂七尺男儿，居然还要被迫做美甲。切，陪孩子玩玩怎么了？看画得多漂亮。刚做完的美甲一定要保护好，这可是我的作品。乖女儿，爸爸明天还要上班，手上画得花花绿绿的，别人会笑我的。本店长心中有数，还不如画手呢。嗯，妹妹，我生病了，得了灰指甲，一个传染俩，你还是离我远点吧。没事，我可以给哥哥化妆。不要啊。妈妈，刚做好的指甲不能碰水。爸爸，不许抠脚。这样就不会破坏美甲了。可是这样行动很不方便啊。爸爸跳着走，妈妈伸着手，这样就行了。这是什么情况？该不会马阿姨好、他们一家人都变异了。有我在不用怕，大力出奇迹。你这是什么情况？老公，你没事吧？这像话吗？一颗果冻，妹妹一个，我一个，正好分完。果冻一颗，有出大事！影帝，这果冻是我先拿到的，明明是我先看到的。妹妹，尊老爱幼，我是你的长辈。哥哥，尊老爱幼，我今年才三岁。别争了，我帮你们吃了就行。爸爸，这件事情暂时不需要你出手，这叫望梅止渴，看到就是吃的。不行了，我忍不住了、不要啊，我一定要开好果冻，不能让哥哥偷吃。哼，好机会，趁哥哥看电视，我把果冻吃掉。想用电视让我分心，还好我有分眼神功。这是什么充满智慧的眼神？不好，人有三急，我现在很急。我也是，呼叫急哥哥。晚上妹妹睡着了再行动。妹妹，你不困吗？我困。果冻不见了，肯定是你。哎呀，我看果冻掉地上，以为没人要呢。没事，只要是妹妹吃了就行。